见过那么双标的小猫咪吗？当奶奶喂它吃臭臭的食物时，但当我喂它吃臭臭的食物时，当奶奶说她肚子饿了时，琪琪就会立马派出自己的小弟给奶奶送吃的。当我说我饿了时，当奶奶不小心被其他动物吓到时，琪琪就会立马跑去教训他一顿。但当我不小心被其他动物吓到时，当奶奶因为自己掉毛太多打喷嚏时，琪琪就会立马跑到旁边把自己的毛舔干净，还会阻止一切带毛的动物进入房间。然而当我假装打喷嚏时，当奶奶说要摸摸时，当我说要摸摸时，